先回去。你呢？你要干嘛？我找阿泰。找阿泰干嘛？我现在必须要跟他干一架。能不去吗？不能。我说过，我不准任何人为难你。别说了，看看你现在担心的样子。你呢，回到家买好药，在家里等着我。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去医院，也不喜欢别人碰。是。AI 换脸都换上了，高科技嘛，我玩玩而已。玩玩，让你玩。泰哥。你们他妈在看什么？给我上！三哥，三哥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坤哥会生气的。我去你妈！哥，你们一群废物，摆他妈什么造型？去把他脑袋给我拧下来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啊！去！啊！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哥，你才来集团几年呀？啊，真把自己当老大了？我告诉你，昆泰集团永远是老子说了算。你要是没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儿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你想打是吧？来，过来，啊！别停啊！来，继续啊，接着打，最好今天打死一个，让外人都看我们的笑话。哥，他妈现在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他让他的马子去偷我的货。你撒谎，明明就是恩少。别说话了。坤哥，这个地方我没法待了。我阿森可以发誓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昆泰集团的事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你来决定。给我滚回来！开枪打自己兄弟，你疯了！哥，二少干出这种糊涂事，恐怕也是受人挑唆。我看呀，就是你们这帮人。阿泰，好好管你这帮人。
帮他处理一下伤。谢谢哥。你怎么老是这么冲动啊？对不起，心疼我。回家吧。我自己来就好。疼吗？习惯了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孙哥，你每天过这样的日子，不辛苦吗？人的成长轨迹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人生的命题也不一样了。有的人抓了一副坏的牌，你不打吗？你得把它打好。那才是一种勇气。说实话，累多了，也就习惯了。有的时候觉得累，反而挺重要的。但是，真正在乎你的人，是不希望你过得这么辛苦的。有些事情啊，我必须得去做。那你就没考虑过你在意的人吗？我在意的人，不好意思啊，太晚了，你该休息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。